牛杂牛肉的边角料，凭借着剑走偏锋的口感与味道，成为备受饕客们追捧的绝佳美味。这家牛杂汤老店店里的人情味就像炉火一样，70年来从不间断。老板每天半夜就会开始分切新鲜的牛内脏，由于内脏相当杂细，得一刀刀去磨，一丝丝理清，最后才分得出7-8个部位。大妈说内脏一定要洗干净，否则难逃顾客敏锐的味蕾。洗切完还要汆烫，再用冷水洗过，反反复复3遍后才正式下锅。繁复的处理工序代表着人们物尽其用的智慧，以及对食物最大的敬意。牛杂汤的美味基底关键在于牛骨，其中蕴含的蛋白质有效释放出氨基酸，熬出来的汤汁既鲜美又不喧宾夺主。等一大锅牛杂准备就绪，也已经来到清晨6点，食客们陆续报道，一大锅的牛杂碎料在乳白的汤汁里直打转，大锅锅里满意的食材传出阵阵香气。早就练就了一双铁砂掌的大妈，依照客人吩咐，总能不疾不徐地烫出一勺又一勺好料。家有姜丝的牛杂汤，汤头喝来格外清甜。牛杂蘸点酱料，再配碗白饭，一汤一饭的组合是饕客们独有的顶级一餐。招式生意持续70年，不管外界变得多花哨，炉灶上依旧只专注这一味。